来了啊，兄弟们啊，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草啊，这个小草啊，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，身边都经常能看到这些小草，这些花花草草啊。其实你们不要小看这些不起眼的花花草草，不起眼的小草啊，其实这些不起眼的小草往往就是你的救命稻草，知道吧？所以说我们平时要把它保护起来，不要随地踩踏啊，看到它就把它除掉或者是怎么样。其实这些小草都是救命稻草啊，像我手里面拿的这棵草呢，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这个肾炎草啊，大家看清楚啊，它药效非常好啊，又有价值非常高啊，又有范围非常广啊，它的叶枝上还有带刺，你看到没有？带刺啊，然后还有毛须须的啊，就是有毛毛虫的毛一样，带毛，两边叶片有带刺啊，大家一定要看清楚，记得点赞加收藏啊，这是一款相当名贵的中草药啊。